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个洞穴人家啊、哦，这个地方呢是叫做苦草村，虽然是在利川市的附近，但是呢来这里的路啊还是山路十八弯，路窄坡陡弯急。把车子停在这块空地上，沿着这条小路往里面走。其实在这里啊也有一户人家，但是看样子呢应该没有长期在这里住，是一个临时的住所吧。前面呢是种着一些菜，这里啊还有一座木质的老房子，非常的原生态，但是呢非常可惜，已经是破败不堪了。好，继续往前走。今天呢是下过一场大雨，空气非常的清新，但是呢这条道路啊也是非常的湿滑，一条清幽的乡间小道。看得出来啊这条路呢是很窄，恐怕摩托车啊都通不了，自行车的话呢都要人啊抬着过。你看这里有很多石头呢都是很光滑，走路的时候呢要非常小心啊，特别是下雨天。这里面呢还有一块很大的田地，这个位置呢非常像是一个世外桃源啊。没想到这么快啊就到了洞穴人家，在这个洞的门口呢还种着一片叶子很大的植物。大家知道这个植物是什么吗？是大黄，就是一种中药。站在这个洞口啊空气非常的凉快，也许呢这边啊这个洞呢是有冷空气啊流出来。据说啊这个洞呢是有3公里长啊，但是呢里面呢非常的黑暗。我们走进来看一下，越靠近洞口呢这个空气啊就越凉，像是一台巨大的空调。在洞口这里啊还弥漫着一层烟雾，看起来啊像是仙境一样。在这个山洞的旁边呢就是有好几座房子，你看一座呢已经是没有屋顶的房子，旁边这一座呢是相对比较新，那么这一座呢就是有一位大叔啊在里面住，据说啊已经是有50来岁了。我们走进这个洞口来看一下，里面呢是一片漆黑，什么都看不到啊，看起来呢还是有那么一点阴森恐怖。在洞口的崖壁上啊也是有一些滴水，你看这里呢还有一口类似井这样的东西啊、哦、我们走进来看一下。可惜呢里面呢是堆了很多垃圾了，这边还堆放着一把把木柴，应该是当做柴火啊来烧的。这座房子呢就有点奇特哦，你看这下面呢还有好几个小的窗，那么这个呢也许啊是现在改做猪圈了。这座房子啊以前呢肯定是用来住人的，因为如果不是用来住人的话呢是不需要修这么高。这里还有一道门，上面还有好几个小的窗，我来尝试敲一下门哦，看样子这个锁呢好像并没有锁上。大叔，大叔，大叔你好，有人在家吗？看样子是不在家了。我们来看一下房子的另外一边，这里呢也是有一整排的房子，但是这些房子呢就已经没有人住了。这里原来应该是有好几户人家，只是一些人家呢是搬出去了，之后呢就没有再回来了，然后呢就只剩下这些残垣断壁。这座房子啊就是全部用石头垒砌而成，这里呢还有一座纯木头打造的房子。那么这里呢还有一座小的，这个呢也许是用来养猪或者是养一些鸡鸭之类的。来看一下这一间小的，里面呢是堆放着很多炭灰，那么这些炭灰啊就可以当做田的肥料。这里还有一条通道，我们下来下面看一下，这里呢是堆放着很多木材啊，是刚劈完不久的。你看这里呢还放着一把柴刀，那么在这里做饭呢肯定是用这些木材了，就地取材。
不需要用煤气。这下面呢，这个空间呢，相当于是猪圈了，也可以放一些牛马之类的。你看这里呢，还有一个吹谷机，是以前老式的农用具。哇，这后面呢还有很大的空间呢。过来后面看一下，看一下上面的这些石头。虽然说溶洞啊，相当于是一个天然的屋顶，但是呢，还是存在风险哦，因为谁也不知道上面的石头啊，什么时候会掉下来。这一间呢，应该也是猪圈或者是牛棚。这最后面呢，还有一间非常矮的。这个洞穴的空间呢，确实是很大。在这一座木质房子的下面呢，是看到有两口棺材。这个呢，在农村里面呢，是非常常见哦。棺材的前面呢，就是一个老式的灶台，是用砖头垒砌而成。那边呢，还有一个石磨。回来上面。我在网上查到一些资料，据说啊，这位大叔呢，现在的年龄呢，就是57岁。那么就在去年呢，他的父母亲呢才去世，去世的时候呢，已经是91岁的高龄了。在房子的正前方啊，是有一个石堆，这个石堆啊，其实呢，是一个坟墓，估计啊是这位大哥的父母亲的。这个相当于是一个洗漱台哦。是用四面石板围合而成，这里啊有一个类似蜂箱的木桶，但是呢没有蜜蜂啊飘出来。你看这里呢是有三个孔，应该是作为蜜蜂的出入口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洞口，这里啊刚好呢是有一个巨大的石堆，相信这个石堆呢就是从上面啊掉下来的。不过这应该啊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了。这位大叔啊，虽然说已经有50来岁了，但是呢依然是未婚的状态，相当于是一个人啊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一个人啊自由自在。今天呢有一点小遗憾，没有见到大叔本人。 OK， 那今天这条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是俊谷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